快走，又来超市扫荡我。这里没有给你的东西，你信吗？给我的啥呀？咋这么慢呢？就是大小姐呀。就是。不等你吗？你不说有快递吗？几个呀？俩。谁的呀？我的。你给自己买的衣服啊？嗯。别告诉我那件衣服你真买了。嗯呐。啥呀？你说像当地的衣服。一会儿回去试一试。啥呀？也是色。嗯呐。你爸这衣服好看吗？我今天看阳台，有一个跟我爸穿一模一样衣服的色，然后穿个裤子，穿个黑鞋，穿黑裤子，穿个黑鞋，可像了，咱绑个大飞机，跟我爸老像了。然后我一瞅，不是。回家看看小吕同志。试穿新衣服，他那件衣服我们都挺看不好的，看看他穿啥样，另类到底呀、啊！这是。睡了吗？妈妈。第一件事，咱先把这个钟表的电池换它吧。啊，对。俺家这个表哈，停了得有三天了。三天连续上了超市，第三天买了。那天晚上我在直播，大家应该有在直播间的知道，小李同志穿衣服下去了，去买电池去了。结果我俺们吃不吃好吃的，说吃，到楼下给俺们买一堆雪糕上来了，电池忘了，完了昨天也忘了，今天俺们说啥想起来了，上超市去取快递直接买了。我爸说了，我这个狗它里面也是五号电池，我让我爸。换上这个，再说这个狗我都不玩了。我爸不的，这还公牛好呢。还公牛？电池有公牛的吗？啊。公牛的牌电池啊？啊？这个？是吗？我第一次听说有公牛牌的。过生日的时候，姨父给我买的。你就说姨父给你买多些好玩的。你咋不把快递绑被窝去呢？本来想的，算了。拿哪儿去了？你说拿客厅去了。这不是我给你看的呀！你们既然都说那不好看，我没要的。没坚持自己。嗯。哎，你也不行啊你。花钱。啊？这不还是这色儿吗？嗯。多好模糊啊！那你直接买黑的。嗯。这个。这个是这色的。你要干啥？嗯。不是。今天流行军大衣，然后你的颜色全显成这样的了。爸爸，这个给我呗。我瞅的话有点小。嘿嘿，瞅的有点小。你这试试嘛，你反正你也长不了大月。好扎心。你得长这儿，不能长这儿。你们不都嫌小李子天天就穿一件衣服吗？你看今年下狠了，一下给自己买三件，完了都一个色儿的，这个有点不太好啊。一样的，这行不行？哎呀，这行不行？对了，是不是小？不小啊。不是说小不小的问题。哎呀，这属于啥风格的？工装。妈，还挺懂啊。不太适合我这衣。转过来我看看。有点好像有点老了。帽子戴上。是不是有点老了？本来就老，是不是啊？他说你本来就老。你别说话。你这穿个色儿又不好看。这个真没有那个好看是吧？整个亮色儿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不会审美。那我爸整个亮的，整个粉的，整个石头拌米粉。但是有点小，这个有点短。回头李子搞。你试试那个那里头的衣服买那色儿的。那就随便穿的这个事儿。那你试试大小啊。这个我感觉我穿着刚刚好。大家觉得他这身行吗？我不发表任何意见。你觉得好看吗？我不发表意见。给你试试，男女同款的，我穿有点小。我穿肯定不好看。我李哥非得让我也试试啊！哎呀，就是这男女同款，不穿那个大。给我穿下呗。我妈穿着好看。哎呀，我穿指定暖和。啊，那你穿好看。好看吗？妈穿好看。好，哪个好看呢？真好看！你跟我爸，你跟我爸和你整个情侣款吧。情什么旅馆？行不行？
挺好看的。不行，啥玩意儿这？让我干活穿行，啊，要不然给我干活吧。滚犊子！你可真……给我试试呗，挺热乎啊。买这咋这么沉呢？今天流行这个色吗？不知道啊，我就喜欢。你直接买个军大衣吧，军大衣才是正色儿。军大衣不都这色儿吗？对不对？这个衣服这个颜色好像不打扮人。嗯。飞镖，不拉弓箭。你自己喜欢就行了，我不发表任何意见。这衣服还可以吧，勉强能接受。反正好，你那个剪头了，瞅着精神点，你以后头发别留那么长，长了就剪。那我告诉你，啥时候剪的？是不是你爸剪完头精神了？啊，我才看了，我感觉。Yeah.